紧张啊！哎，我们那边小公仔在那边讲生气啊！最早的，好，最想知道哈，我们在跑，等一下，跑过了，你来了，阿旭，哦，黑尾鱼，哎，黑尾鱼，谁想吃的不要管了，最后一组不留货，三个来，三个，小十个，三百，给你，三个，欢迎，三个来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我喜欢。你有没有加入粉丝专页？当然，叮咚一下告诉姐姐你在哪里。已经叮咚叮咚好几次了。我今天要五块，你跟我说卖完了。真的卖完了？卖完了。啊，哪还够一件啊？我讲啊，你好，进来进来，讲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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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放专业工。我算一下它的成本，卖掉就好。不好意思，康熙。没有啊，妹妹啊，妹啦。这只有两件哦，好啊，妹啊，讲你嘛，妹妹。干死干死！等下你看内底啊，有啊无？有物件无？一台金一台金的，现捞的珍珠石斑，好漂亮啊！一台金要抬高了，一只两百块，两只的四百块，三只的六百块。动作快啊！你刚才那个八尾的是最巨大的，来，来一次让客人吃到满意。今那里喽，所有物件再来，因为两礼拜啊。来，小小阿妹，来三只开两百，开五阿公，唔咩，五百好行，现捞的。干嘞？这珍珠观现在有多抢手呢？那独家档下买几件就知，这偌好吃。这样到了没有哈、哦？好，反正我等等的一个等等好玩。一二三四，我只找五位哦，帅哥，如果你们想吃，你们动作快，保证现捞的。这四只一定要八百，该给他够八好行，五百块，珍珠石斑，没有人吃，那就不卖了。有没有小家庭吃一半的？啊五，只有一组，有没有？啊，对面。老杨老杨，麻烦一下。米亚哥，对面找米亚哥姐姐。来二五哦，两台金诶，开玩笑，一台金两百三。加个几咧？要花四百六诶，帮你们省了一半呐、啊，动作快。哎，这边。用清蒸的超好吃。来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还有吗？加个几嘞？你唔得从那边当人走哈，你哪样嘞？趁时间啦，是的，趁时间来，再来的老板。嗨，佳佳，佳佳要不要吃珍珠斑？很好吃的珍珠石斑，四只五百块。来这里，三百块。来，姐姐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，来了五，你要给我五干杯，剩下最后三位来宾结束了没有了？两只两斤的外告开始五百块的，青鱼给我啦，都还不卖啊，雪更鲜哦，不要这啦，雪更来四只啦，回去不上当的啊，哇，好大只，超巨大的，一只来两只。三只，等下你要几只才有够？你坐火车。三只好不好？三只就好啊。够吼，来一只来，两百、六百、五百，想吃四百、三百、两百五，一样哦。我这里哦。霸起来，结束。我来对面这边。霸气，等一下，两百哦。两百五。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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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箱子送过去。
手。美人鱼今天有剥皮鱼吗？有哎、欸。卖完了，卖完了，又卖完了，卖完了。不好意思，请加粉丝专业来留货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要不要加来？开口骂沙发，唔免啦，等等红光米，等等马沙米，等爸来。来叫。桃园的，桃园的。来两百。爸，来爸，两包。加加加。合家，正合家。这边两百的两包。好，两百两包来。好，两百两包。混贼。再一包来。哎、欸，这套是第几个来？哎，是刚才那个挂。好，来两百两包。再一个来。啊？哦，最好钱。再八个。有八个。有几八个？你要捕获它。鲈鱼哦。鱼哦，来，那我们先卖鲈鱼来。先卖鲈鱼。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弟妹妹。港式萝卜糕响。吃了，请你动作快，高发高，来，港式萝卜糕两包，发高来，左边，萝卜糕在哪里？不要加，还加个几？萝卜糕了，还要最后一件，来萝卜糕加，这边两个，加渣渣在一边再加哈。好，来放锅，来挂虾。两个姐，可以转挂。好，后面再姐姐一个。两个锅。来放锅。两个姐。对对。好，前面妹妹。阿婆在前。我跑，我就从我前。过来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好，放锅，放锅。谢谢。找五十，姐姐。没有。我刚有呀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叫做柳大。两片鹅啊！那两片你吃会完无啦？一片就好啦。两大的千八，鱼那嘛给你烤好，鱼肉拢是千八，无骨无刺啊，这是牛的。这片卖给你开到三千，开两千，大概要吃一千五，一千走当去吃。要吃两大的千八，龙胆石斑，一千。千哦，这块小一点点，九百，九百，大哥你看来，背包给你，你不来谢谢。老宝贝啊，呀，这无够本啊啦，穷人啊。用到九百，不是讲这块包会赚钱未赚钱，是顶迄个头，迄个头卖不出去，就保证了钱，安尼尔。啊头若卖出去，就无了。这块是大块，大的，一千，大的。这会使煮几摆，你知无？那阮家会使煮五摆，可以清蒸，可以红烧，可以片来煮火锅，都很好吃。一千，好漂亮呢，有水无？最后两个来宾哦，来大哥一千，最后一个一千有啊无？来姐姐。哎呀，食这出内行的，这个汤啦，放在冰箱都出来，都是果冻。啊，我大大妹爱补。哎呦，你搞错了。哎呦，叫我逃啊！拜托，别别把人搞到被骨骼头啊，无要安怎？这都不怕呢。滚！大哥，这组若照本钱要来帮东，开到七八百。你既然卖肉，肉连骨，骨连肉，三百来。来，给我倒小小点，好无？这我吃不完。哎，我吃不完，我帮东卖嘞。啊，这粒现拿我，我干嘞？没有。一杯啊！来啦！等你啦，等你啦！我这即马都看阿骨骨无啦，啊，拢寸头。啊，骨骨无，啊，骨就心内底有块骨无。讲安尼尔，啊，从拢头，你走过去哦，小鸡佬偷出去吼，我要甲偷，来，这一颗头要会煮，怎么煮？来，第一个袂使倒烧水滚的哦，啊，淋落去，你这用鱼卵烤啊，烤袂起来，鱼卵拢夹伫面顶，烧水一淋落，伊就飘起来，用汤匙啊，轻轻啊烤。第一摆如果烤袂起来，我淋一解烧水，足好烤，伊咱咧水得起来。
这个有0.01公分的胶原蛋白，千万尽量不要给它抗化。再来倒，非常好吃，包括这下巴这几个都爱。哎，我每一条拢很老啊！来，好，多两粒多破对边，一边头，叫工单来开1000，卖1000开900，四位来宾回去分享，开700、600、500，好来，500块，一颗这么大的头，你500还买不下？来啊！等你啦，我给换一个清气的老板啦，大哥。赞，第一先去鱼鳞才可以剁，不要先剁再去鱼鳞。这个高哦，这个大。我告诉我爸。几公斤的哦？这条头足侪摆，足侪摆。好啦。对。好，那个唐淑敏啊。这条较小。OK， 好，我再跟他说。要吃这条头的，这条较大。400块。小水淋淋的鱼，咱就烤起来了。汤匙啊用的汤匙啊烤就烤起来，400。秋雅早安。这条较小，300。赶快龙线捞的，300块，很多肉，保证好吃。来收下来。中年老外呢，看无？一颗400，一颗300，有谁要吃？400个300个哦，你真是有人给你吃到龙虾头，龙虾头一般老餐厅出出去也无轮到给咱吃，卖完了，啊，咱这家己煮的，我刚才还佫有剩食的，这条400块敢开袂落，比500鱼较俗，内底拢肉，龙虾头，啊，300，你要300来，要400的人。想吃的，好来，好啊，好啊来。人讲要捞鱼，捞鱼好偌济，好不？好，嗯啊，谢谢。哎，我要爱坐啦。来，蚵仔商店的，拍摄。这里。小姐啦。哦，这个胖嘟嘟的是最有名的，因为伊的蚵仔大粒够 Q， 2包开600，蚵仔讲500块来。1包500就好来。两包。哎，小姐两包啊、哦，你的第二个两包五包，两包五百，好，来交这里，来这25，来一包25，来一包加一包，来，来请问还有谁？来，好来，左边一位，前面一位，加个两个，这边个两个，这边这个加那个，来。好，姐姐，你要一包啊？这收未？啊，收啊！这收啊，今麦要卖好啊呀！好，包哦，谢谢。来，我找你李亚哥，找姐姐二五。好。来，谢谢。哎呦，不卖呢，这个完全没有了吗？等啊。这包。谁呀？你拿这套厅好啦，好啦，套厅我起来了。来了，我这一套厅拿起来，我这卖第二关的卖好完啦。哦，好，谢谢黄。这十头桶呢？这蚵仔有够多，这你莫看伊安尼，伊当的水的容量比较少，一桶外口拢是开百二。来，咱来开三桶，来开3、6、3、5，要吃来300行。300块，这蚵仔肚量足济，我是平大粉，我唔爱刮，伊刮袂起，伊就爱煮。大蚵仔，唔吃，即个来送伊来300行。来，啊，包顿70个。70几个，这内底很多料，里面有很多的料。来，三十来，300。来，再来包给我。哎，300给我，可能三年四个月啦，要紧。我心疼，来三包，喂，我先，哇，这你卖公文卖差，哎，贵也直播拢你的声音。先卖给他，网络受不了。来八个，我人要吃无？8个。8个。来八个。来，这个来。
来，请问还有谁？没有了，好，谢谢。哦，上个煮的米粉哦啊，不够油的。你有一个套底啊，套底阿杰来套一千块给我啦。来，先坐下，妹妹，让伊等你困。四包椰浆，然后两包。这是配合听报讲啊，配合的报讲哦。这无同哦，啊，这卖一千块，因为这一支外口拢卖二啊个。配合的。这款的哦，袂久哦，切外多地，土起来就外多地啊。现在有人在温有泡馆吗？有，现在在卖。这无电油啊，吼。泡馆的啊。这四斤一千。那你便宜啦。啊。一千啊。啊，这你唔是要吃？这招我送你，一支够好来，一支够好听。一、四、六，我一支送你，带起来，一千块，要吃啊，半箱。这里。来来。来，一号抽。还有没有？这里，这里。我这里来。对，两个杯，对，一个。这很少。阿田，你做阿老板呢？老板，你用过啦。我不要再来做了。你是问我这个？不要啦，你做这礼物喏。不是，我不够听啦。老板，你是问，你是问。来，阿田。哦，那好呛。我问你屁股怎看？为什么？我们看见是咩？这个叫操，这细场的，你是咧当做啥？你做无客户的摊母，你啊咧烦恼，你上强的呢？我空姐上强。来。空姐呢？新月航空的。新宇的啦。新月啦。新月啦。新宇的四公斤三只。四只就一千啊，五只、六只，搁加一只，搁三只，一千，一千块。留一份。留一份。留一份来，请问他几点？你几点要到？哎，不然留货很麻烦哦。几点要到？有时候不来拿货。因为盘子没有。盘子不留货是因为连续两个礼拜都有人没有来。来，不加来，签。澎湖超好吃，美伦的 Q 过的 D。好 ，OK， 韩宇等你，啊、你慢慢来。你很自豪，来一千，还存最后一箱啊？哎，没有了。因为连续两个礼拜盘子都有人没来拿货，对，我就不留了。有时候可能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忙了就忘了。啊，忘了以后我们就哇，收到的中物件。小家电的，排水管啊，我爸送你们的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好嘞？怎么报答你呢？就是先卖虾子跟虾鱼，快点，快点，鲑鱼还有吗？没有了，鲑鱼早就卖完了。鲑切呢？我还能冻的而已。鲑切啊，冻的剩一点点啦。没差，买五十的哈，五百块。我们只剩下这些，所以我们来卖一半的哈。有些人冰箱人家就放不下，硬叫人家买五百，对不对？五百来，买一千不要，来一名，一名帅哥来几分？对面帅哥来一份啊、哦，来五百块，好漂亮的毛弧线刀的，最后一个来宾在哪里？姐姐好。来。不要动！啊，有几只？送给我们花莲的。多一点，那个很空，很空，很空，你看到哪一袋？来，谢谢，先鲑鱼跟虾子。虾子啦，虾子。鲑鱼跟虾子一定要先给妹啊。来啦。吃人的嘴软呐、啊，拿人的手短呐、啊。这个还可以加快速做的呢。一杯饮料买货人心呐、啊。剩这一份了，哇，五百块结束。
五百块。没有了，早上一早就被卖光了，五百给你啊。三百。还有。三百。来了。三百。来。三百美。多少？三百啊。三百美金呢、啊？没有了。五百，快点，乖。这个不杀价的，这个。大家帮你。他杀多少？你要那个。这个死猪价了，死猪价，辛迪亚给哈，你听得懂哈？死猪价。哈哈哈！我注意啊。来。啊，那个刀子啦，我明明两支拢把我提到无余啦。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爱擦的啦，没事啦。鲑鱼想吃的四位来宾举手。现在就结了。剩下最后的商品，三加一来，五百。来，鲑鱼剩下三位来宾。前面。好，剩下最后一位。来这里。好，谢谢。来结束。好，没有鲑鱼了。来，刚刚我们有鱼头了。好，来。